我们之前玩过一款特别有意思的游戏，叫做中国式家长，而今天我们来玩一下中国式网游。一提到网游，我相信你们脑中已经有很多画面了，今天我们就看看这游戏啊，它的味儿浓不浓。好的，先赛后看，养成习惯，我们现在正式开始。快刀背弓百倍爆率，高爆打金无上限。就算你没有玩过这种玩游戏啊，相信你也看过大量他们的广告。你像我们小区的快递站里面啊，就有这么一个中年男人，我每次去拿快递的时候都能看到他在玩鹅厂模式、猪厂模式，对应的是哪两个企业我就不多说了啊，大家懂的都懂。不过现在试玩版的话呢，是只有鹅厂。故事发生在南方的一个小城市，老王今年已经34岁，本地人，工作稳定，有房有车，但是一直是单身状态。随着年龄越来越大，现在的他只想早点找到结婚对象，解决人生大事。所以老王的业余时间就是不断相亲，不断的相亲，相亲。性别别卡死，我俩还是有机会。终于让他遇见了满意的姑娘。过了一段时间，终于到了谈婚论嫁的地步，似乎一切都很顺利。终于要结婚了。我妈说，没有30万彩礼免谈。什么？彩礼30万？没有那么多啊。不行，这是我妈要求的，不能少。不不不，这样我给你3个月时间去凑，3个月没凑齐的话，这事就这么算了吧。我的青春可耽误不起。哎，30万3个月，难道我要卖房子吗？简而言之，我们主角就是要3个月内快速弄到30万。嗯，于是呢就把目光啊投向了打金游戏。没有垃圾捆绑软件，不够真实。好好好好，咱们来个魔法师吧。哦，未开放 ，demo 只开放了战士。行，狂拽龙少。既然是战士，我们就要拿长戟。既然要拿长戟，我们就要大戟霸。光大不行啊，我们还得毛发旺盛，所以说我们就整个这样的发型。OK， 眉毛的话呢，连在一起。胡子拉碴，嗯，很棒。这个画面看着还不错啊，我敢说比90%的这种网页游戏啊已经强很多了。主线任务，自动寻路啊，发送弹幕，简单发一条。哎，你这个首充礼包没弹出来吗？啊，是不是少了点东西啊？开始关卡。消灭10个怪物。哎，你这个战斗图标有点眼熟啊。哎，你别说，你还真别说，他这个战斗手感还挺好的。啊？剧情杀了吗？还是说想要逼我氪金了？那我就死一死吧。新功能，我就说嘛。这味儿就对了，绝版神兵啊，首充大礼，送翅膀，送绝版武器，6块、30块、90块、198、398、648，加赠多少多少，涨 VIP， 哎呀，就是这味儿。先充个648，要不就试一次，充他喵的，充值成功，升到 VIP3，哇，血量直接暴涨。60级开启装备回收，福利大厅啊，随便领一领。聚宝盆，虽说我没有玩过传奇啊，但是祖师我已经玩了好几个月了，所以说他这套的话我还是非常熟悉的。包括还有某三国啊，我也是玩了很长时间了，也充了很多钱。但是我玩的这两个呢，跟他这个还是有差啊，他不会那么露骨。我刚刚首充不是送了我一个翅膀吗？我翅膀呢？哦，在这儿呢，首充之一。1000战力，哇，这后面有这么多翅膀。充值返利，在线福利，好，礼包嘛，哎呀，应有尽有啊。消耗充值积分能够抽奖 ，VIP 3这边也能领东西，啊，太合理了，到处点点点。好，我再来，呜、哦。充值的就是不一样，一刀999，好好好，有点太夸张了吧？我说真的啊，就这种传奇类的网游，真的就一充就999吗？
讲真的，我玩无论是某三国还是某祖师，你充了钱你就真的就是一点提升，你充多少提升多少，没有说怎么充一点就直接999的。野外挑战 BOSS 获得大量奖励，一句经典台词，我不断的寻找有你的世界在哪里。完成任务，红包奖励100块。离开电脑，已经玩了好多个小时了。90天要凑齐30万。电视机坏了，哦，这是我们的保险柜。不会吧，你后面不会要把这些东西全当了冲进游戏里吧？金条10克，现在一克首饰的话呢，算上工费啊，要600-700块钱啊。金条这种会便宜一点，那十克的话也就那么5-6千块钱吧，5000多。6克，12克，28克，名酒、名表、钻石现在是不值钱了哦，1克拉的呀，1克拉可能还值点钱。1克拉男戒，1克拉女戒，哎，你挺有钱呐。当然前提是天然钻啊，你别是那种人工合成钻，那就一点都不值钱。哦，还有点钱不拿，行。上床睡觉。你女朋友都没有，你上床就睡觉，我是不信的，好吧？不跟五姑娘沟通一下感情吗？你怎么又来了啊？我已经在玩你们的游戏了呀。谁啊？彩礼钱想到办法了吗？啊，那个，你不会真的连30万都拿不出来吧？我，谁说的？区区30万。行，到时候拿不出来就不要来找我了。你，我还以为他要立刻跳起来玩游戏的，结果又睡了。工作日要上班啊？你还知道上班啊？那还算有救。45分钟，工作辞了，房卖了，找个网吧住下，绝对能赚。能赚确实是能赚，但是你确定你赚的能比上班多吗？最近厂里效益不好，可能会裁员啊，我们得工作更努力一些。精力旺盛，心情很好。不是，你女朋友问你要30万彩礼，你掏不出来，你心情还很好？比丘，摸鱼啊？这上班什么也不干，直接我听着摸鱼。哦，办公，登入系统，员工信息，1月、2月拿6000，绩效奖金。哎呦，你这拿的也不少啊，是吧？至于为什么工作了十几年没有攒下30万啊，可能就是租房子会花很多钱。除此之外，一个单身男人的话，应该也没什么地方花钱了。你要么就抽抽烟、喝喝酒、打打游戏、充充钱，吃饭这种就不用说了。按理来说你攒个10年30万应该是能攒出来的，一年攒3万嘛。就算你之前的工资没有那么多，好吧，之前算你5000，一年赚6万，6万你一年要攒下3万块钱，我觉得应该是没问题的。但是主要看你是不是租房，如果你自己有房子的话，攒3万应该没问题。当然如果你天天玩游戏充648，那你想攒钱那是不太可能了。本月工作任务，质检，挑选8个螺帽。作为天天玩连连看的我啊，这种简直就是小 case 啊。哦，对，是我一开始点了摸鱼，所以说上班时间不够了。那这个有点不太合理啊，一般这种计件什么的应该是要让你加班的吧，就是给你工资压得很低，你不加班就活不下去的那种感觉，或者说把加班工资拉得很高啊，你不加班感觉自己血亏。晚上了去网吧通宵啊，还用说？不过我们自己家有电脑，好像来这边不是很划算。哎，不管了，拿杯可乐直接开机，先充100。国产网游，我们在网吧里面有网吧加成，所以说我们要来网吧里玩。福利大厅先第二天签到，游戏活动没什么好领的，这边免费祈福先领一下。某祖师每天的那个悬币啊，也是免费送你3发。然后呢，我攒了几个月啊，2-3个月吧，攒了1000抽啊，然后一顿狂抽，还是蛮爽的。新功能开启，战力排行榜，哎呀，很真实，应该没有国产游戏没有排行榜这个设定。哦，赛季奖励，购买通行证，哎呀，真实。
我们现在还有钱啊，等到后面没钱之后呢，我们再考虑去当那些什么黄金啊，或者说是珠宝。不会过十二点了吧？哦，真过十二点了，我一把副本我都没刷完啊！网吧没通宵，真的太奇怪了。那看来下班还是不能来网吧，应该直接回家。我觉得，要不半夜三更去滨江公园逛逛？哦，没开，这个也没开，这个也没开，这个、也没开。哦，街道是可以去的。凌晨的街道有什么东西呢？有烧烤，吃烧烤愉悦心情，但损害身体健康。我们现在心情很好啊，不需要。那就先回家。都怪工作耽误事，早上八点就该上机。精力充沛。哦，还能请假呀？请什么假？我今天就得去上班。我对这个上班很感兴趣。昨天我们的这个工作呢搞得不太行啊，今天我好好的搞一搞。嗯，搞个这个吧。我在组室里面炼丹啊，它就是这种类似的小游戏啊，所以说我还是有点底子在的。又关闭了，又关闭了。那差不多两天可以把这个任务完成，那下班就直接回家咯。哎，那我岂不是两点一线了？我连玩游戏的时间都没有。那可不行，我必须得玩。三天了，我们这个网游才玩到了13级，你怎么跟得上第一梯队啊？像这种游戏，你想少花钱，想玩的舒服，你就必须要跟紧第一梯队，进最强的工会。充值你可以选择不充，但最起码一开始你要充一点，否则你进不了这个最强工会。进去之后，你就想办法跟上这个梯队，然后一直混就可以了。哎，我那个某祖师就是这么玩的，玩得很舒服。但像我那个某三国就不是这样了，某三国我氪十万。啊，氪十万啊！野外继续被人家吊打，但那游戏有一个好处，就是你充的钱都在你的身上，就大部分都是你的装备啊，就很少跟你这个人物绑定的。你不玩的时候，你可以再把装备卖掉，你充十万还可以在这个回十万啊。当然，前提是你不能买到一些会掉价的东西啊。比方说，我之前买了一对那个灵兽，10000多块钱买的，最后卖的时候只值多少钱啊？1000-2000块钱啊，就亏了不少。但如果你正常玩，不买这种特别坑爹的东西的话，网游确实是能赚钱的。只不过会不会赚的比你上班多啊，那这个玩意儿就不好说了。198给钻石买了。哦，这个勋章直接加战力是吧？冲！它还不止大月卡和小月卡，它是小月卡、中月卡和大月卡，或者叫中月卡、大月卡和超大月卡。398的月卡，这么夸张吗？某祖师的话，一个是68的月卡，一个是30多的月卡。我要真玩这游戏的话，我肯定就是看两眼我直接关掉了。你这简直就是骗傻子。消费1000可以解锁一个礼包的购买权限。哎呀，太眼熟了，买。全服第一的巅峰战力达到了千万、十万、百万、千万、1500万。累计充值榜我们充了2300，在全服35名，第一名充了80000。每日充值哦，每日充值还会有奖励。我们充了1500，甚至没有上榜。好好好好好，他这个领红包这个事情啊，就跟那个某多多的那个一样的。你看，前400块钱直接给你了，后面就开始你看给90，然后后面就给2块1块，我估计是这样子啊。然后到最后1块钱的时候开始给你碎片了，拿完碎片再给你拿点什么金破，让你一点点凑一点点凑啊，反正就死活拿不到。哦，到了一个新的区域。实在太困，趴着睡着了，稍微有那么一点点困，问题不大，起床上班。我就看我今天能不能把这个工作给它完成。领导不在可以摸鱼，那为什么要摸鱼呢？我还是想这个把工作完成。游戏归游戏是吧？看下这个吧。哦，写文档，一共要写3篇。你别告诉我你一天连一篇文章都写不完啊。写了整整一天就写完了一篇文档，而且是全程工作没有摸鱼。不过也正常啊，你要写文档的话，你需要各方的数据，去跟同事各种沟通，耗费大量精力，看似是就填了一张表啊，其实对吧，花了很多时间。还能玩吗？我都要睡着了。上线。
哦，他的抽奖是在这儿呢，上古美少女的元神等待着主人的召唤。概率公式 SSR 概率为 0.6%， 概率还可以，100抽得一个。哦，你这个保底有点拉，一般都是50抽保底吧。1万钻648，1:15的这么一个比例，2000钻就是133块钱，133块钱10抽，我们需要100抽，也就差不多1330块钱可以拿到一个 SSR。 那我们这边就来抽一抽啊。啊，这第一个应该是剧情吧。啊，我就不相信你一开始这个10抽就能送你一个。哦，应该是首抽，好吧，首抽直接得了一个叫克利的 SSR。 不是剧情，你是十连保底双黄啊？什么意思？不是剧情。工具人5号 SR， 工具人3号 SR。 啊，又一个 SSR 克尔。哦，这些一个是克利啊，这个是克尔，你们俩战力怎么差了一倍啊？上阵啊，战力才加5000啊，40解锁，60 80啊。我今天是充了两个648，现在是充值1000，把这边的奖励给他拿了。充1000性价比比较高啊，所以我们就尽量每天保持1000，然后呢顺便把这个给他买了。他这边还有原神成长药剂呢。哇，不会真让我像玩网游一样的玩吧？我已经感觉有点累了，你们知道吗？因为这种游戏需要提升的东西实在太多了。充值返利累计已经充了3700了。这个是我们之前买的翅膀。哦，这个翅膀我没装啊，我以为它会自动装呢。你这装备不都自动穿的吗？神器功能开启，我天哪，神器，这还有个修炼。哎呀，这个修炼，我跳，你也是玩修仙。幸运宝箱，哦，这个是抽翅膀。我不是刚买了个100万的翅膀吗？怎么就出了个300万的翅膀啊？啊，你也是2000钻石抽是吧？那跟那个是一样的。然后这个也是100保底，行。看这个抽翅膀的运气有没有刚刚抽人物的运气好。精品宝石袋，感觉我要没玉了呀。哦，还好还能再抽个40抽。哦，豪华宝石袋，它这个保底只是保金的，而我们需要这个传说级翅膀的话是红色，这跟那个抽古宝是一样的，就好的古宝是红色的，然后一大堆那个相对不错的橙色古宝在一起，然后都吃这个保底，这就难顶了啊，这就难顶了。嗯，差不多你得吃10个保底才能拿到红色物品吧，而我们现在这个玉的话绝对是不够的，别说10个了，我想再吃一次保底都费劲。狠狠的充值。哦，我还有3000块，我只有3000块了，每天充1000什么的就不要再想了啊！我今天一定要把这个红色翅膀给它抽出来。3万玉抽个翅膀应该还是有机会。啊，不是玉，3万钻石啊。睡觉不能睡啊，不能睡，坚决不能睡，你一定要挺到这个抽完，好吧？如果说不出的话呢，我们就还得上班吧。你不上班的话，你哪来这个钱去充值呢？它是100抽保底啊，它甚至不是50抽保底，它这个东西真的是非常非常坑啊。出了恶魔之翼，哎，比我想象中的容易啊！我们抽了多少钱？我们抽了差不多20000玉吧。恶魔之翼装备，10万、100万、300多万。哦，翅膀战斗力可以累加，这个之前没看到啊。我战力直接就从50多万变成300多万了啊！但还是上不了榜啊。充值榜呢？充值榜目前是29名。日充榜呢？日充榜还没上吗？要不再充1000多，上个日充榜，第10名能得1000玉，哎，1000钻，但是1000钻也不是很多，不充了，不充了，不充了，还是做任务啊。
马上后面没钱了，连维持每天1000通都做不到了。第一拿翅膀拿不了了，我没有钱了，你知道吧？我们这边只有3000的，好像3000都快不到了。恭喜啊，兄弟抽到限定翅膀了，真羡慕！我怀疑这小子是个工作人员，他就专门服务我一个人，装作玩家，然后每天跟我说这说那的，让我去充值。你充个第一，白嫖一个翅膀不好吗？但是我现在只有3000多，根本充不了啊，你知道吧？首领解锁。哦，这边还有成就奖励，能得那么点蚊子腿。哦，他这个真的是蚊子腿，给多少？给5个玉、10个玉。啊，这个钻石。20000，没有黄金了。强化 ，What the fuck？ 每一阶总战力加10%。他强化的不是某一件装备，他强化的是你这个装备格。哎，这种强化方式我真第一次见啊。哎，我玩的每个游戏都是强化某一件具体装备，然后你换装备之后的话呢，你就得重新强化。等一下，他这游戏不会是装备也能强化，格子也能强化吧？我觉得很有可能啊。首领是什么？哦，首领，世界首领，消耗体力啊。哦，还有个人，要60级 VIP， 神他妈还有 VIP 副本。已经是凌晨2:20了，乖乖，你明天要上班的呀。哎呀，不用上班，哎呦，还有这种好事啊！我直接起床出门。我已经盯上了我们这头啊，盯上了我们这颗韭菜了啊，没了！我都抽了2个 SSR， 然后还抽了那个翅膀了，我还要继续玩啊，我还要抽一抽那个限定卡池呢。那这样，我们重开一把，直接开局就氪，一通爆氪，直接不管后面啊，因为他只能玩那么几天嘛，上班也不去上了，玩他个昏天黑地。第二天我们去把那些什么名表钻石都给它当了。什么睡觉睡什么觉，哎，不是我充了值什么都还没弄呢。我操，这第一天就充值啥也不点。把鸡蛋拿去卖了。哎呀不行。哎呀，那岂不是我第三天才能当这些东西啊。不上班我。啊，非要让我上班是吧，他把教学给我过了相当于。工什么做工作，直接摸鱼。一路摸到下班，再掉精力。哎，毕竟摸鱼也是很累的，对不对？虽然说比上班轻松啊。原神可以升级，但升级需要耗费这个原神材料，材料的话需要分解其他的原神才能得到。哦，所以说我们之前那一把应该把另外一个 SSR 给它分解掉的。够升到18级，还能觉醒。消耗同一个，再加上这些材料可以觉醒。现在升级之后就有了84000多战斗力了啊，还可以，还可以。背包里面有一些宝石袋、符文袋、镶嵌，等级不足，要30级才能镶嵌啊。符文的话更是要80级，直接战斗力加100%啊！充值榜我们在第17名啊，充了7000多。事实证明，他目前这个 demo 的话是没有办法当东西的呀。就其实我们已经没有钱了，但是他就还是说啊，不能当，不能当，不能当。哦，他有基金哎，全部转出，有什么好说的？我操，他收1300，他是真黑呀、啊。哦，又能充了，又能充了，又能充了，63000哎，什么概念啊？充值榜我们现在累充14000，达到了第10名。如果把剩下的钱全部充进去的话，大概能到第2名。今日充值的话呢，我们达到了全服第3，这个达到全服第1是没有任何问题的。把技能全部升满，
看到这个金币数嘛，我觉得就爽了。再来点，凑个100多万，好好好，神器直接升满，爽。等级不够，500多万战力，我看看啊，还没上榜，他要700多万才能上榜。客服功能 VIP 9，我现在 VIP 8，那我先冲到 VIP 9再说。就当股票亏了吧，你想的挺开呀。如果你某一次接触了网游又想充值的话，建议就来玩一下这个游戏啊，它可以让你在里面无成本的爽充一波，可以帮你省下非常多钱啊，我说真的。啊，这就是你的客服啊，你在逗我是吧？好不容易充了个 VIP 就跟我说全部加这个 Q 群。哎，那我现在还能通过什么来提高我的战力呢？这个修炼我又没有修炼经验。商城购买能购买经验，哪里购买？是这个吗？这也只能每天买一颗呀。哦，是这个东西，修炼宝珠，每天10颗要拉满。1000的元神材料是吧？先来300个，咱就不能加一个条拖动使用吗？终于点完了，好好，来来来来来，我看能升到多少。啊，4级升满了。满成长，满等级，只差什么？只差进阶。来，这边吃一个4星，升到5星，哇，5星还能往上吃。终于是我又吃出了一个5星啊，哇，太繁琐了，它这个过程。然后把这个5星吃掉。升满了，在我们资源随便乱用的情况下，还要花那么长时间才能搞出一个6星满等级满成长的 SSR 元神，一共给我们提供了238万战斗力。200多万的宝宝带上的话，我就能有个大概800万战力了。我这个巅峰战力就直接上前25%了，对不对？你要知道第一名也才1300万啊，主要是等级不够高啊。啊，这海岛冒险者再往后已经做不了了。哦，可以去野外。那能去野外，是不是说明能够这个 PVP 啊？哎哎，你小子，你小子，我500万，哦，他也500万啊，那没事。但是我暂时签你这个，哦，喝药40多，我签你一个这个法师应该没有什么问题吧？喝药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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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喝药啊！你牛逼！所以那个 boss 在哪？哦，在这儿呢。哦，他80级啊！我一个人打世界 boss。打赢能不能让我直接升到100级啊？我想把我那个200-300万的宝宝带上。哎，这小子什么时候来的？我操！我操！我等个血瓶，哦，血瓶 CD 这么……啊，我操！还这么多人打我吗？哦，他1000段，我打不过他，我的天！我操！我要变强哦，还会损失20%的金币呢，你敢信吗？这种游戏都有这种桥段，你知道吧？就你以为你很强，然后他给你来一个特别牛皮的这个托，逼着你去充值啊，都是这样的。又是你是吧？又是你小子！我现在满血，打不过。哎呀，太烦了！1000多万，太烦了！我带上我那个宝宝的话，我有800多万战力，再操作一下，绝对能赢的。给你一刀，给你一刀，管你谁是谁，一人一刀。
喝冰雪，喝冰雪，喝冰雪，要死要死要死，喝冰雪。好，我又来了，我又来了，就你300多万，死，拿下。这打死好像也没有什么奖励啊，哦，就掉一点点钱。再杀一个，跑跑跑跑跑跑跑，这个1000万的狗逼太恶心了。刚刚打我们的是这个叫暴走的少女梦吧，全服第二，一般第二第三这种都拖。这个街道有什么用啊，我看看啊。哦，洗脚按摩啊，只有4个项目吗？有没有648的项目啊？哎，这个好像还像点意思啊。90分钟，哼，看不起人。900分钟，做完 SPA 精力变差了。嗯，你这个洗脚按摩才正经吗？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，手机商城里面有高端肾宝，有较高的概率重振雄风。70块钱50分钟撸啊，吃完之后心情没有变化，为什么？那不应该呀，你刚刚这边按摩过的话应该心情爆炸，精力变低呀，然后吃一顿的话精力又好了，然后再能按一波是吧。再来个900分钟，2次都是250号计时，心情已经没有波动了。